那我们来跳第一支舞蹈吧。嗯，感谢感谢郑哥，谢谢郑哥。啊，第一个舞蹈跳就跳这个吧 ，three。累死我了，感谢谢郑哥送的小礼物，也感谢大家在公屏上面扣六，感谢大家在公屏上面送玫瑰花。然后我们992频道长期在招收场控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私聊一下麦序上的华马哥哥。嗯，胸又变小了，你才变小了，你变小，你腿变细了。嗯，然后一会儿你开播我再去。我看一下公屏上说了啥。嗯，我也觉得变小了，没有，是一直就很小。那我们还有第二个舞蹈，第二个舞蹈跳一个小的不行了，明明大了，嗯，你们够了。
月六，我快要热死了，我的妈呀，满头大汗，头发糊了一脸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如此丑陋的我。喜欢主播的在这边直播时通知勾勾勾勾勾上，这边手机用户点黄色小心心关注主播。我们992频道长期在招收场控，如果大家想要做场控的话，联系一下我们麦序上的那个花满楼哥哥。满身大汗，对啊，不行，我要跳一个慢一点的舞缓一缓，太热了，我的妈呀，跳了几个舞，跳了两个舞了吧。那我再跳一个慢一点的舞，哎呀，跳一个啥呢？要不跳个走江南？Say it to sing out
大家走进九九二星星秀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，我叫雪山。如果大家喜欢我，喜欢我的舞蹈，可以勾一勾直播时通知关注我哟。就喜欢脸蛋，喜欢脸蛋也可以啊，喜欢脸蛋就是喜欢我呀。嗯，九九二，你说错了，哎呀 ，sorry， 对不起官方。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星星秀，然后大家想要做场控的，联系一下麦序上的黄马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的是咸鱼露，哎，是咸鱼露还是雨公子呀？反正就是两个大美女，你们不要走开，敬请期待就对了。嗯，刚才是什么歌？刚那首歌叫做《走江南》，喜欢高低。